在中国的古代君主中，李世民可算得上是最具有光彩的帝王。隋朝末年群雄风起之时，只有16岁的李世民鼓动当时身为唐国公的父亲李渊起兵反隋，乘机称帝。弃至李世民24岁时，他已经在削平群雄、巩固朝廷的紧要关头立下了卓著战功。虽然李世民奋勇当先打下了江山，但他是唐高祖李渊的次子，按照周朝以来嫡长子为大的原则，他的兄长李建成被封为太子，而他依然为秦王。到唐朝的地位日渐安定以后，他和长兄太子李建成之间的关系日趋恶化，两人间的倾轧传至百官，朝廷的官员之间也逐渐分化，各有一些智囊人物追随左右。这是18学士图，据说是李世民智囊团房玄龄、鲁德明、孔颖达、姚思廉、褚遂良等重要人物。李世民的秦王府还有徐茂公、李靖、程咬金、尉迟敬德等如云猛将，这更让他的太子兄长寝食难安。李世民的随从坚持认为，他如果不采取行动，必定会被谋害。公元626年，李世民埋伏在玄武门外，设计掩杀了李建成和一贯与太子联手的胞弟李元吉，又下令处死了李建成和李元吉两人的10个儿子。之后他迫使日渐老迈的父亲自动隐退，自己登基即位，做了大唐天子。这场骨肉相残的悲剧明确记载于唐朝的历史，与李世民的许多功绩相并列。这位英明的君主一再以各种名义将自己残忍的行动解释得合理，但是他从不加以掩饰。628年，唐朝重新确立了国内的法律和秩序，从而使农户数量大幅度增加。根据文献记载，在唐�朝初期，帝国1/4的收入来源于向农民征收人头税。在那个国力强盛的时代，偶尔也有边患。这是汴桥会盟图，这幅画描绘了公元626年唐与北方游牧民族突厥在汴桥签订盟约的盛大场面。这是今天的汴桥遗址，玄武门政变不到1个月，突厥趁混乱之机向唐朝发动大举进攻，以10万骑兵长驱直入，直抵渭水北岸，与长安隔水相望。
鉴于李世民立足未稳、国力尚弱的现状，大将李靖建议以外交手段平息这场战乱。唐太宗只带了高士廉、房玄龄等六人，骑马来到渭水河边，斥责突厥的不义之举。随后，精甲蔽日、士气旺盛的唐军列队于李世民身后。突厥畏惧唐军的威力，于是同意退兵设盟。630年，唐太宗征服了犯扰边境的东突厥。这是突厥石人，生动地反映了突厥武士的形象。在639年到640年、647年到648年，唐太宗又发动了几次大规模的战争，从西突厥手中夺回了塔里木盆地。在这场战争中，他得到了维吾尔族的祖先回鹘人的帮助，使回鹘部落从此脱离了西突厥，成为唐朝在中亚地区的重要军事支柱。不久，帕米尔以西、奥克苏流域的诸国也纷纷归顺唐帝国。657年，西突厥终于土崩瓦解。在唐朝的压力下，突厥各部被迫南迁到印度，或向西迁移到西亚及欧洲等地区。唐朝在西部设有专职军事统领，后来又在边防重镇设立了10个节度使，但这却为后来的藩镇割据和安史之乱埋下了隐患。这是初唐时期著名的宰相画家阎立本的《步辇图》。这幅画生动地描绘了唐太宗坐于步辇上接见吐蕃求婚使者陆东赞的情景。吐蕃是藏民族的祖先，他们的先祖是汉代即已生活在青藏高原的羌人。到公元7世纪的时候，松赞干布以其卓越的才能统一了吐蕃各部。随后，他多次派人向唐王朝遣使纳贡，请求与唐朝和亲。唐太宗终于应允了吐蕃的求婚请求，决定将文成公主嫁给吐蕃王松赞干布。公元641年正月，文成公主入嫁吐蕃，她带着代表唐朝文化的金玉珍宝、锦缎服饰、食物茶叶以及日常用具，也带去了经史书籍、医药历法，甚至蔬菜种子，